一次都是射门就可以威胁对方的大门，随便一脚都可以。可是十一人制这场这么大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区域的。哇，这边有机会了，来喽！直射吗？要不，哎呦，不，还有机会进了！哇，补进的这一球，可以看到杨轩，这球很重要啊。在第36分钟的时候踢进了台师大的第一球。对，平大突然后防线一个失神了，边路造越位陷阱失败啊！让杨轩是提前在第35分钟的时候破门。我个人是觉得还这个球平大真的防守是有点可惜啊，因为他已经把门将陈小伦拉出去了。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传得漂亮！哇，何心柔啊，你看这个回敲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高成仁也要最记一笔了。高成仁这是一个助攻啊，你注意看。我是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射门啊？这个球真的，如果是他有意要把球做回去，真的太……